九个人合体吗？其实未来还不确定，但我们就会把今天这个舞台当做最后一次的毕业舞台，然后很珍惜。没错。对，没有什么感伤的感觉。还是会有啦，一定会有。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们都知道，可是就又不想要讲出来。对。今天彩排有没有人可能比较感性一点的瞬间，或是有点眼眶泛红的感觉？今天在我是没有眼眶泛红的，但是今天我在练习室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最后一次，好紧张了，然后就想了以后见不到怎么办，然后一直在想怎么办，就蛮着急，但是没有哭啊，这样。蓉蓉有哭吗？哦，大家想看我可以哭一下。那给你酝酿一下。需要请教吗？大概一个小时。那你们一个小时再回来。好。大家又来。刚在表演的时候会紧张吗？超级紧张。我们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那个，我们就是 stand by 的时候，然后后面是这样。然后我一直做王心凌，我一直这样做啊，就是抒发我的压力。而且因为我们是。就是第一次真的这么升降，然后我们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说现在会起来，什么时候再讲，什么时候再讲，我们一直在窃窃私语。他刚演出之后，觉得自己给自己打了几分，整体吗？对啊，算是整个第一次这么大的舞台，还是要给满分。感性上满分，理性上六十。理性只有六十。理性上是当然一直要进步，还有进步，感性越来越好。毕业舞台，没错。那彩珍今天给自己的颜值打几分？我今天依然是一百分，有比昨天再高一点。今天有认真化妆，我的 princess， 今天的衣服有加分吧？今天是第一名，有。今天是 princess， 今天可以当第一名。OK， 今天是第一名。你把 Nico 放在哪里？今天今天，而且只有你色调不一样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是主角啦。不是啊，是因为你爱吃芋头吗？不是有人爱吃芋头。大哥，你还记得？大哥还记得？大哥，你今天还要问别的？其他人有觉得你心机很重？没有。今天有真的大哥来了，我跟你说。为什么？可以给提示。那你拿到的时候有发现你的衣服跟大家不一样颜色？还没发现，其实我没有，他在镜子前面照。我没有，其实我有发现呐，就发现我觉得是紫色。那也是你的意思。应该不会今天表演完就惊喜宣布你要单飞。哈哈哈哈哈。在休息区里面还爽。有小拍戏一下，但是没有。但我觉得大家衣服都很好看。其实我最喜欢吃心灵的，其实。那你有去了解说为什么你跟人家不一样？没有，没去那回事。还是你给我塞鸡腿给造型师？可能有吧。还偷塞芋头。塞芋头。你心机也太重了吧！我没有问了。颜值有不一样颜色。对，我今天穿的是蓝色。我们两个是情侣装。对。我们是情侣。我们是。我们不是分手了吗？对啊。谁说的？你们上次自己讲的。对啊。那你们如果复合，为什么不想说你颜色要跟他一样？有啊，只讲。因为他喜欢芋头，所以就让。他喜欢芋头。对。好狠哦！你好，下一个话题，下一个。那我。这次回来多久啊？其实我们29号就飞韩国，其实蛮快的。我们15号，还没确定，15号回。对，但是回去了，还没定。你有掌控？对啊，没有啊。前队长，连这种事情跟好像跟你没有关系。公平，所以你不是最特别的啊。
所以你的芋头色也不怎么样。我的芋头色在这里。下一个话题 out。 那你回来台湾有特别再去吃一些想念的食物吗？当然有，因为除了芋头便当有啊，他就是吃牛肉汤。牛肉汤，台南牛肉汤，因为我家乡在台南，所以我一定会去台南牛肉汤。汤臭豆，好了好了，汤锅没有臭豆腐。有人有啊。那那个妮可，你跟那个优格优格那个先生还有联络？没有，本来就没有联络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，我现在改吃沙拉，就是我现在改吃沙拉，就是优格，我已经觉得很。那老板知道你换店了？对对对。那老板知道你不去了吗？我是没有那么关注这件事情。他没有难过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还是换沙拉小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所以现在换吃沙拉，就是沙拉店也可以，吃沙拉。现在公司就是同共订沙拉，对啊，不会再去，所以公司斩断他哦。所以是自从上次就是再没去了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大家会讨论，就是要吃什么就一起去买，或一起都帮忙订，集体行动，然后再一起吃沙拉。那现在韩国的出道准备如何呢？我们现在作品都是每天都有在练习，然后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很期待，很想赶快展现给大家看我们的新作品，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跟录音的时候，其实也都很喜欢我们的新歌，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期待。而且九月我会站上韩国的打歌舞台。OK， 谢谢喽，谢谢。你们那个爸妈今天都有在台下看，那不会特别觉得很感动吗？因为站上舞台，然后没有为了这件事觉得很激动吗？我觉得成员的部分就是比较放大，心里大，因为正常就是秘密，因为爸爸妈妈也不是说只有在手机上回来发，对对对。